正常人的身体组成部位都是按照对应比例分布，不过在身体发育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在外力作用下改造可见器官的形态，比如人的腰部、鼻梁，甚至是大腿。英国一位女孩今年25岁，但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。女孩长得十分漂亮，但是苦于没有男孩追求，甚至女孩主动追别人，别人会对她的脸动心，可是看到她的腰部以下时就会望而却步。原来女孩在未成年时就疯狂锻炼自己的大腿，以至于大腿肌肉异常发达，与她的身体整体构造严重不搭，非常不协调。她的上半身纤细，下半身强壮如牛，粗壮的大腿能够轻松夹抱大西瓜。26寸的大粗腿给女孩带来荣誉的同时，也给女孩带来很多苦恼。平时买衣服买不到合适的裤子，也有粉丝给她取名叫金刚芭比。有些男孩提出，若是想要在一起，女孩就必须切除自己的大腿肌肉。女孩有些犹豫，